旅展超杀，美西九日游不到四万。台北国际旅展下周五起将在世贸举行四天，现场会有高达1000多个摊位。主办单位台湾观光协会昨天举行旅展前记者会，台湾馆买就送礼物。我为大家带来是韩国现在最流行的骑马舞，全民抢便宜，好看 A 不完，收福袋免费游欧洲。受美国免签利多影响，各旅行社打出不少低价促销团，不到四万就可游美西。今年为了庆祝美国免签证，我们有推出短期的一个产品，就是11月3号的美西9天团。我们原价69900，我们只限一团卖39900，卖完就没有了。游美国欢庆美签只要36800起，没有含税。对，但是签证的登录费我们出。另外，旅展抢购最大重点就是寒假春节行程的预购优惠，韩国跟日本的线呢，我们在过年的期间，我们会有这个5000块的这种优惠，欧洲的奥捷以及意大利的这种优惠团，便宜呢非常的多，就是12000块。早鸟在旅展，大家一定会抢购一空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